晚上好，帮帮给你两拳，我好困呐，我好困。那看见了吗？看见金曲速报了吗？我有点困，但是我觉得现在睡太早。给你们看我的两个小脚脚，两个小恶魔，带还是不带呀？我的恶魔小脚脚，万圣节快乐！对，今天也是不同的妆容，谢谢小玲的恶魔头饰。今天是水冰月，今天真的是万圣节吗？我都搞不清楚了，好痛啊！好吧，我的小恶魔又戴上它。万圣节快乐！好安静，我们寝室。这个没带好，就是吃了普通的烤肉，就是金全家。谢谢 Team B 的一名吧。小欧们有点讲不好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头上有一个月亮？为什么送我币的？看这还有个月亮。他们说我今天是包拯，给我气死！我说我是，人家是水冰月。帮帮两拳，真有毛病！你们打上瘾了吧？你们。我今天又穿这件衣服直播，因为这件衣服直播很暖和，也很好看。经常在路上看到，对呀，这个外套很好看的，我今天就穿的这个外套，下面配的是牛仔裤。我刚都困得不行了，还有两个月就要跨年了，挺好。是的，而且今天我们还参加握手会了。然后今天就是在那个车上回来的时候，就说我的嗓子有一点痒，他们就都很害怕。我说我就是平时也很痒，有时候嗓子就咳嗽，还好没去。对，他们有几个人去了，是其他队的人。是的，今天昨天好像发现一例吧，迪士尼去过迪士尼那个人。最近我们都太忙了，快乐老家没了，人流量太大了那个，不是都微博提醒了吗？看搁哪。有点看不清我的妆容，万圣节妆。游客出不来，对，所以大家都要戴好口罩，做好防护。是姐姐化的，我觉得比昨天公演的妆好看。因为昨天画成这样，可能就更好看。因为昨天我往鼻子上涂了很多亮晶晶，显得我很油，就是 MC 的时候就显得就是非常油。今天就没往鼻子上涂太多，就画了几个白色的道道，就是没有画成鬼。然后今天不是去了那个握手的地方，然后碰见叉叉了。叉叉说：“我哪是鬼呀，我是可爱鬼。”因为我穿的是幻露鸡的那个衣服，谢谢阿欧维阿欧维一阿0913的南瓜派对。
谢谢你，万圣节快乐。可爱鬼，对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不讨糖，只讨礼会开心。我今天买了糖，特别贵，我以为它就2块钱，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它15块钱，太贵了。我买了3个，我打算送给小马一个，送给天阳一个。那天不在，我跟小马，我先分给小马了。然后我买了3个，但是也还好，我可以接受。我以为它长得很便宜，那个糖长得很便宜，但它是蜡笔小新的，真无语。因为我送给小马，然后小马说为什么给他糖，我说我买了3个，你别多想。然后就是为了分给他们2个的万圣节糖。然后今天我微信跟天阳说，天阳说为什么给我买糖，他不理我了。我就说给你买了昂贵的糖，太甜了。3个人的友谊使我困惑。不过天阳今天去 HD 公演了，我就跟小马一起去吃饭了。我们去的烤肉，但是我的胃都饿小了，就我吃的特别少，然后吃的特别少就打包回来了，就是吃不了。范姐波出去吃饭，没有，就我跟小马一起出，我俩出去吃饭，然后小马有点累，他说他累，我说我给你烤肉，然后他就说不用，他说不用，他自己烤，最后都是他烤的。边吃边打，没有，但是回来的路上他打了我几拳。因为我们在讲上学的事儿，然后我就跟他讲什么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他也在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怼了他，我说那你，我说真的吗？我不信。就他说他因为长得太漂亮了什么什么的，然后说什么在学校因为长得太漂亮了，然后我说真的吗？我不信。然后他就打我，他打完我之后就有东西飞出去了，我说什么东西飞出去了，结果发现他是他戒指飞出去了，他就这样打我一下就特别用力，然后他戒指就飞出去了，给我笑死了。然后后来是我们是打车去吃饭，然后因为我要去全家买东西，我就说要不然我们走回去吧。然后后来我们就从那个烤肉店走回来的，没有，还没开始烧呢，他就觉得我很不专业。边吃边打，那倒也不会老是打，但是今天握手会全都招打。粉丝说："能不能给我2拳？能不能给我2拳？"这几公里很近，我觉得就是，没数，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得有个1000米吧，或者是，反正慢慢悠悠的去逛逛溜溜的就走。当然会烤肉，我说吃哥老关，他说他不想等，他说他饿死了，他就说他不想等，他太饿了。我说那就去吃金全家。哥老关可能更远一点，要就打车去。但是我没有吃很多很多，因为我真的胃变小了，真的。然后小马说："听赵天阳说你很能吃。"我说："他又说我能吃，我根本就不能吃，我真的很不能吃，真的。相信我，剩了好多。"是的，我真的吃不下去饭。今天居然不是电台，因为我今天握手会了。一碗8个包子，实在已经去不复返。对，人长大就吃不下去饭了。以前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小马今天怎么不来了？小马累了。就是他问我晚上播吗，然后我说我播，他说他累了，他不播了，平时他都是他跟我一起播，因为他害怕寂寞。不卡呀，肯定不卡，是你卡，是你卡吧，帮帮给你2拳。
上海没有重庆那么多好吃的，对，而且就是大家吃的普遍都挺少的感觉。嗯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握手会人特别少，真的特别少，就是，但是其实普遍都不多吧，就可能，就那比较火的成员多一点。我今天握手会人特别少。然后但是后来来了几个粉丝吧，然后一开始人真的特别特别少，然后我们的 staff 哥哥都心疼我了，他就说怎么这么少。我说我也不知道，我说我的粉丝都是屏幕前的。晚上好，然后我就发了口袋，我说哥平时我都哭了，我说今天不想哭，都是网友，真的很少。然后就是那个摄像的 staff 哥哥说要他就会跟李慧握手的，就是他说就会喜欢李慧的，就还安慰我说你不用安慰我。确实，但其实还好，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，我以前特别在乎这些。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可爱的女范跟我合影了，就是合影了一张，然后有一个兼职 staff他说就一张合影吗？我说就一张怎么了？我跟他说怎么了？然后那个兼职斯坦夫说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就是确认一下，没事儿。真的，我觉得我现在心态特别特别强大，我还安慰别人呢，就安慰其他成员，我说没事儿没事儿，心态要好。掐表不严吧，不严。那后来有人来了就严了，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可爱的女粉，就他们来了之后就挺严的，因为疫情。对，幸好大家没有吓跑，不是疫情又严重了，就是对，就是迪士尼发现没请假，没事儿，我都跟 staff 说了，我说我一点都不难过，我说因为我的粉丝都在屏幕前，而且他们都在工作呢。嗯。但是经常排握手，就是今天握手，然后又要握手10月份，就感觉握手太多了，每次我都觉得是对我心态的考量，可怕。在统计时去迪士尼，幸好最近没有去，最近太忙了，在排公演。是的是的，没事没事，最近也很忙吧，感觉会卡死，是你网速的问题吧。最近我也没有打算去，因为前段时间去了一次还挺好玩的，那一次我们几个去看了很多。得意都睡着了，谢谢我不吃冬瓜的万圣夜、yeah, 谢谢谢谢你送的小煤球，可爱可爱。今天真的是万圣节吗？是一号还是31号？是我都分不清了。得意在那睡得可香了，像一个人，他要侧睡。猫不一般都是趴着睡吗？他要侧着睡，就这样躺着。哦，今天呀，那就是今天。明天万圣节，今天是万圣夜，明天万圣节啊，我都分不清楚，怎么还过两个？怎么回事？我今天又觉得直播挺好看的，就是我一天觉得好看，一天觉得不好看。今天觉得还可以，可能是穿着暗色的衣服就还可以。我这天又困死，就是老是早起，老是早起。哪天都挺好看，就你会说话，上面危险的脸更小，要把头发扎起来。今天就是这个造型，但是我穿那个裙子有点土。但是我一开始出门之前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去了场馆，也不是场馆，就是一个商场，就有点土。然后张翔说我社交牛逼症，因为就是我不是没有人握手嘛，然后
遮太阳也没有，其实，但他后来人就多了，就他一开始我们俩都没有，然后就是看到场外有一些路人就在那说美女，说哦好多美女啊，然后给他们打招呼，说来呀来呀，然后遮太阳说你真的很牛，我说来，试图把他们拽进来。晚上好。小马那儿还好，但是那边排长队，我不知道那边是谁，那是段玄前辈吧，那边特别长，但是其他成员都是那种稀稀凉凉，但是会有很多粉丝在那儿等，但是不一定会进，就是可能在那儿就是组个队就在那儿站着，但是有的时候也是空下来的，但是很多粉丝在那儿站岗，当场吸粉那倒也不会，只是被别人拍到几张照片，别人拿手机在那录像，可能觉得我们是 cosplay， 因为我穿的实在是很就是很像 cos 的，就是那种就像漫展上的人。还以为今天没有见到李慧而失落，还为今天没有见到李慧而失落，不要失落，大家都在忙嘛，而且总是见就没有新鲜感，但屏幕前也挺好的。无语，张天阳阴阳怪气，我说给他买了棒棒糖，昂贵的棒棒糖，他发了个耳朵，有多昂贵让我听听。无语，刘海里面是月亮，我是美少女战士，但画的就是，但我有刘海，然后我挑的妆容就是这儿有一个月亮，然后姐姐说有必要画吗？你有刘海，我说刘海太稀疏了，我就是三根头发，我说你还是画吧，就是一个月亮。有四号呀，可能大家就是没有买到四号的票，就是说六号钱，但哼，只要爱坚说我是包青天，狗气质。虽然我挺喜欢包拯，但是也不能这样说我，他说我的肤色很像。美少女真的是对。但是我其实今天一点都不难过，但是我觉得很多粉丝觉得我很难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有几个粉丝他们就是友情来找我聊天，我觉得他们是心疼我，其实我并没有怎样，他们就过来也就是感觉支支吾吾，最后让我打他们进去，就这样。怕我故作坚强，对，我就发现很多粉丝在观察我，但是他们都就在那儿游荡，他们不是我的粉丝，他们最后就来了。还是在剧场我比较舒适，对，这边就好多路人啊，觉得他们都不明白在干嘛，以为我们是那个就是在商场里兼职的人。有情况说吗？没有啊，你还好？今天有好几个粉丝让我无刘海，他们都说我没有刘海好看。我说你们等我植完发，都植完发，美死你们！我觉得有点秃，哪天试试可以啊？上次就是了，粉丝说那现场很好看，我说真的吗？我不信，他们说是的。坐了好久地铁，对啊，我的粉丝就是听到我说那些话，大家以为我 emo 了，但就是都特别远的赶来。就说找不到路了，或者是说什么在路上，在就是稍等一会儿啊，什么什么的。白月光，后来就来了。酝酿2年才试试，没有啊，前段时间就试了一次，大家都爱上了，但是我就用了一次，给别人留条活路吧，对吧？对吧？就不能，而且今天我吃饭。就是吃烤肉的时候，对面有个小女孩一直对我笑，然后她还走近，就说我喝饮料，她也拿起她的饮料，然后就是我在那儿就是摆弄的头发，她也摆弄她的头发，就是一个小女孩，就6、7岁，然后我就跟小马说，我说她在干嘛呀？她老是看我。小马说你别自恋，我说她真的在看我。后来她就走近了，就走近就一直在看我吃饭，就这样就是戳在那儿就看我吃饭，我都害怕了。
然后我笑，他也对我笑，然后那还很羞涩，一个小女孩哦。然后我说他咋回事？小马说他觉得我，他可能觉得我不太正常。我说什么？小马说他可能觉得我是个傻。我说他可能就是觉得我太美了，一把年纪还梳双马尾，他肯定觉得很奇怪，我很奇怪。然后小马说：“小孩子怎么能想这么多呢？不可能，他就是觉得你肯定是个傻子。”没有，他在看我，他跟我对视呢，吓得我把我的头饰都摘下来，我怕他以为我是傻子。所以我戴了两个角。晚上好。漂亮姐姐，最后也没问他瞅我干啥，就走，吃的可快。你太卡了，你换个网吧，你的网不太好，可能。我感觉我都饿了，刚没吃多少，就是那种就是假饱。你们知道假饱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他其实没饱，但是我觉得他饱，但是我现在又饿了，可能是走路回来消耗的热量。谢谢无影的南瓜派对，万圣节快乐！这个特效好吓人哦，我一直觉得很吓人，就是他一个大南瓜很吓人，还要蹦跶过来。单身狗算了，他名字就叫单身狗算了。谢谢爱兔荧光棒。贾宝玉。不过今天我拍的拍立得，今天我就觉得我就是没学习好，就长得不好看，拍拍立得都不是很惊为天人。对，够辣。惊为天人，但是今天拍的那个叫什么《生喜》还挺好看的。我惊为天人，看了一下录播，昨天公演不错。你昨天不是看了录播吗？你昨天不是看了录播吗？有拍了两张《生喜》，就拍了两张。他这么多次南瓜，他觉得可怕，我真的觉得很可怕，你们不觉得可怕吗？就看1万次我都觉得可怕。已经惊为天人了，然后我还接到一个电话，他说："你是我心目中最好看的偶像，给我很多自信。"我说："谢谢。"我说："你在现场看的还在屏幕前？"他说："在屏幕前看你好漂亮。"我说："谢谢。"没有，昨天看了半小时公演直播。哦，今天看全了是吗？我也被笑死了。MC，大家都能 get 到我，大家就说："嗯，欲言又止。”我昨天给天阳还看了，天阳也笑到了。人家是水冰月，哪是包青天呀？你真的是，我遮瑕笔吗？UNIT 党，对呀、啊，就是很多后排的粉丝没有看到的 UNIT，他们说被挡住了。被挡住了，但是我觉得，我不骗你们，就是在现场看公演，就是真的特别有感觉，我都爱上公演。就是那天我是在台下看了好久，给我看兴奋了，我在那呲牙乐，我就说哇哦好，大家说我是气氛组的，就是公演没我都不行，这是真的。就是我看他们跳什么站。战役里的第一枪是由我来打响。然后我说就喜欢看，我就喜欢看花配瓜，花配瓜，一对儿我都不爱看，我就喜欢看两对儿。我搁底下嚎啕大叫，然后他们就嘎嘎乐。他们说李慧真气氛组，我搁那儿看了半天呲牙乐。我说真好看，我总算能 get 到大家为什么喜欢看公演了，真的很好看吗？而且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跟那个。就是他那个氛围不一样，就是他那个灯一打，然后现场那个声音特别大，就假如他在听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《深海之声》，就特别好听，我觉得就是比收音的好听，就是就开始
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就心就跟着他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就看到了那个对峙，然后就特别酷，我觉得他们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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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觉得哇哦太酷了，真好看，哇真的很喜欢看公演，真的好看的不得了，我真的好饿呀，突然就饿了。但是我买了个饭团回来，我就知道晚上会饿，因为我决定少食多餐，因为以前我一顿吃太多把胃撑大了，我就现在就一顿吃一口。 Focus 超级好的，我没敢打开 Focus 呢，因为我怕我 Focus 里不好看，还没看，晚上晚点看吧，午夜的时候再看。因为他那个就是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公演就是那个相机，就是直播那个相机有美颜，特别强的美颜，特别好看，真的。但是 Focus 它就是那种相机，真实的。把糖吃了，今天吃了不少糖了。郭郭曾郭前辈给了我好多糖，他给我借花献佛，他给我好多糖。就是他发给我的，然后呢我就发给粉丝，因为我没啥可给粉丝的，我说来给你个糖，包括的挺好看，你们都看了，我还没看，我真的没敢看，因为有时候上镜小没有那么胖，但是 focus 就会放大，拍很可爱，我笑得特别甜，谢谢，因为你们对我，你们喜欢我，你们都觉得好看，但是我自己是一个严格的人，对，就是我还对自己蛮严格的。你们觉得好看，但是我要审视一番啊！你们总是觉得好看，我都看透你们了，你们就是就为了夸奖我而夸奖我。是谁点的烟雾弹？下次我就跳对峙，因为他那个对峙就特别特别好听，最后还有一个滚。多少女粉有数吗？今天女粉。感觉，男女粉对半吧，今天都不多呀，人不多，但是最后点券的时候觉得还挺多的，但是都感觉人不多的感觉，以后丑丑显得与众不同，就说丑，无语，真男女对半，有很多女犯都是来找打，男犯也是，他们说给我几拳，我假装使劲，我说来给你几拳，但是我是轻轻的落在他们身上。假装真打，大家都是来找打，因为我就是打拳很厉害，就很东北那种，那个裙子，你以为是很东北的那种，哪条裙子？他找个偏僻的地方搞，我说不知道啊，可能商场有合作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场景倒是挺好看的，但是人很少，但是那边就应该是，就是其实人普遍都不多，感觉。都是那种循环去的，其实粉丝不是很多。说我手很小，就是又肉又小，因为我的手它就是不大，就不像是1.7米的手。不是花棉袄吗？花棉袄太土了，就土到家了。就我们选这首歌的时候，就很多成员就说你们也太土了，有土到。但是我们还继续还要跳。但穿那个花棉袄，它也太土了吧，土到土土土土上加土了。只会听万圣节之夜。啊，677的手比我的，但他的手比我的小吧，感觉他一手又肉又小。原版的衣服在哪里？原版衣服早就不翼而飞了，肯定搬家的时候丢了，或者在北京吧。哎，借不到。吐到极致就是潮。那粉丝还挺好的，就是都很靠，让他们学，他们真学了，就还挺大声的。那有个女犯过来说，她嗓子喊劈了，
就是说，因为他是东北人，他就喊豆皮好像就特别带劲，然后后来他嗓子就也说不出话。你不是看得很瘦吗？为什么你手这么小，又小又胖？昨天还跳了万圣节之夜，嗯，然后但是头上裹个床单。竹寒家找我连麦。
为什么他胜了？无语。无语子。我还以为谁上线了。还这么搞，还这么搞没有结果，要像抖音一样，真的那种 PK， 有那个 PK 进度条。无语。主要都不是很熟。我突然就清醒了，我刚特别特别特别困，因为就是没睡好。以后该怎么称呼呢？我要聚会，聚会，比他姐姐还巨大。差点错过握手，马上安排新公演了。是都不跟我聊天，新公演。我至今都没有听过我的 unit， 我都不知道我是哪一个，跟谁跳 unit， 啥都会，不押韵啊，啥都会三个字。12月吧，我不知道具体时间，因为没有找我谈过话。他们每次都是找几个人去聊，就我从来没有听过是什么风格，是什么样。不过也好，就算我听到我也不会说的。喊我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今天我们摄像哥哥就是那个上海的那个，就是很可爱的那个哥哥，就是那个就平时我们剧场就是生日公演拍反图的那个哥哥。不像你会了，他说像，但是就显得很好看，很适合我，知道是我，那看了知道是我，而且又特别好看。他说他也要好好的拍照。他说他经常看我发写真什么，确实经常发。今天的升旗，哦，但升旗一般是公司旗，气完更小。但是昨天我们不是拍了个就是2大合影嘛，然后就是都是段学成被 P 的。结果他 P 到我说我太难 P 了，他说我的脸是方的，我只是笑起来，我两边腮帮子会鼓起肉，但是我的骨头不是方的，我的骨头是，是啊，他说我的脸是方脸，真的是，我只是笑起来，他真会鼓起来，但是我不笑的话那不是方的。后来我说我自己 P。我笑最甜，因为我在打人呢，当然很开心。人家都是 S2， 但是我一开始比的是 S2， 结果他没用第一张和第二张，他用的是第三张，我正在那搞怪呢。谢谢你的10个 S2 荧光棒，高光的功劳。是啊，我打不高光，往旁边，人家都打暗影，我打高光，别人都笑我。因为我喜欢脸大一点，就是脸圆一点好看，但是他们都想瘦，就那种特别尖，就这打很多暗影黑色的，但是我从来不打，我就打高光。我希望它能够饱满一点，就不要
太凹进去，或者是太小，是真的。噔噔噔噔噔，嘿，噔噔噔噔噔，脸太小没有辨识度，不知道你是在夸我还是在说我脸大的辨识度。咱也不会再小了吧，就顶多这么小了。如果再小点就不协调了。就显得就是头小身子大了。每次做卷发都让姐姐给我垫高一点，就是旁边垫蓬一点，显得我头大一点，因为我头好小。现在刚刚好。嗯，晚上好。现在好冷啊，我今天下了握手会，我觉得都冻人。但我穿的是那种就是特别特别特别薄，就是那种裙子，特别冷。然后我现在已经穿大卫衣了，加绒的。而且我们寝室这个空调也不知道是冷还是热，反正进房间还挺冷的，还挺好看。我就喜欢这种暗色直播，因为穿黑色或者是这种红色都会很好看，因为它会把脸就是反射成白的，就会把脸映成白的。谢谢糖果。上次有个姐姐，就是她给云姐拍过照嘛，然后那个姐姐，然后云姐把她推给我，然后就是她想给我拍汉服，然后她说十一月份有空吗？我说十一月份没有空，我说就是十一月底或者是十二月份，然后。他说那会儿拍要冻死我，因为他要拍汉服，但是就不了了之了，因为我太忙了。快乐啊！不给糖就捣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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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罚死你们念经。我没有 CP， 谢谢。你他妈是受公太粉丝的糖果。交出糖果，别念了。不给糖就捣蛋，不给糖就捣蛋，不给糖就捣蛋，不给糖就捣蛋。然后我直播间有650个人，一人给我一颗糖，我就发财了。想的真美，谢谢一起去吃烤肉吧的万圣夜，万圣节快乐！谢谢糖果。谢谢你们糖果。我从前就每次都很天真，我就在想全中国的人，全国的人一人给我一块钱我就发财了。我小时候每天都这样做白日梦，但是我爸我妈就会说完，你有啥脸让别人一个人给你一块钱。每次都在做梦，我说你一个人一块钱我变成富翁，是吧？我们大家都做个做梦，所以我是正常的。给了给了，别念了。哼，我要的是你们主动，并不是我在念经。发财后能不能分你一个亿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分你一个亿？我要分给经常支持我的粉丝们，没有开玩笑。除非你经常出现什么的，我都不认识你，扎心了粉丝。
1000万，那也不行、哦。1000块钱我还是能想一想的。小马回去了，他回去之前还要欠一下子，他还给我跟脑瓜崩。反正我已经找到他家的门了，待着没事就去找他看电视，让泉水抹眼泪带我打游戏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打的级别很高。还有大投影仪，他的房间投影仪可大了，可好看了。现在弹回来，真的，我手劲儿弹死他，给弹笨。出了几分的活？一个每秒收一个人1块钱，不吃不喝要30年、啊，那也没什么意义了，就那么久了。但是。能说这么久，那就是一直都可以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一直等，然后要30多年才可以收完，是吗？但他可以每秒收很多个人的1块钱，就可以一秒卡，很多人就进来了，不是排队的，知道吗？无语，只小时候做的梦。如果都这样的话就不公平了，只是小时候做的白日梦。小时候我还做梦，就是我是一个公主，然后后来我就被我的亲生父母扔在垃圾堆，然后我爸妈就捡回来了，然后就抚养我，然后长大了我就回到我的王国，就要就是领导很多人。小时候这样想，因为小时候我爸我妈老是说我从外面捡的，就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。我就在想，我说那我肯定是一个绅士不菲的人，就有这样的收款系统，这个系统报价也不会低。好正经啊你们。但是不会的，别人可以每个人都轻易的给我，我也会轻易的给别人的，就是要公平，这样才可以公平。害怕自己长高，然后真的没长高。为什么会害怕自己长高呢？教室风扇会掉下来，真的有个风扇会掉下来。为什么我小时候也是啊？就我上中学的时候，那个大风扇吱嘎吱嘎的，我就每次都怕把我脑袋削掉，它掉下来就一个循环削，就把我们头全削掉，然后就溅一黑板血。我每天上课就想这件事情，太恐怖了吧？你们没有想过吗？我老是想，就是我走在海边，就想我掉海里，就被窒息的感觉。然后走草地上，我就在想，就万一哪天我站在草地里，然后割草机的那个人没有看到我的腿站在那，然后就把我的腿截断。我每天都想这种恐怖的。然后我在吃烤肉，我就在思考说，万一厨房失火怎么办，或者煤气爆炸怎么办。我每天在忧心忡忡。所以每天大脑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忧患意识。但是我就是坐那儿，也就是也没什么意识，就在大脑里瞎想。割草机是用绳子，真假？我看到明明是用那种就是机器，滋滋。因为我经常就是早起去小区里闻那种草味儿，特别喜欢闻青青草味儿。就是它那个割草机刚割完，它会有那种清香的草味儿扑面而来。长大就担心这个，但我不担心我自己，我就担心我的家人，我就希望他们健康、平安就好。我有时候就，反正就是。有时候就是在抖音上刷到什么热水器爆炸啊什么的，我赶快转发到我家的群里，我说千万不要，就是
就是热水器很危险啊什么什么。因为我家一开始是太阳能，后面就变成那种热水器插电的，我觉得很危险，万一爆炸怎么办？我每天都在就是思考这些事情，就是互相担心嘛，家里担心我这我那，我担心家里这那，是吧是吧。他们才不会检修呢，而且我让他们体检，每年去体检，他们也不体检。虽然我也不体检，除非我有时候要晕倒或者身体不舒服才会去医院。东想西想，现在不会瞎想。哎，他们才不会呢，他们就耳旁风，跟他们说完他们就不思考。上海戒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能出去了是吗？外面能进来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懂。戒严就是不能随意走动。天气好害怕。是啊，但是就是不要老是想这些事情，就是你老是想就会担心。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，哎，就是你老是想就会害怕了，走个路还能摔倒呢，所以就是不要老是刻意的想。但是我有时候就控制不住，脑海就老是想这奇怪。六号公园还能去吗？不知道啊，就看情况吧，听安排。就是每次公园前我们都有警察叔叔来，就是让大家下载反诈 APP。就说什么上次 N 队公演有800多个用户下载了，不要选区，就上次 N 队公演有很多很多人下载。然后后来呢，昨天警察叔叔也让我们做宣传，但是我们不是周年庆就特殊公演嘛，然后我们的哥哥说就是下次普通公演的时候再宣传。孙敏就差点就是被诈骗，因为他就收到什么，就是他发了微博，我看到了，就很恐怖。但是他因为太懒了，就没有上套，因为他懒得去操作。大家搬家打招呼哈喽，辛苦。也不是经常去，什么叫给我们省钱？我就偶尔去一次，也没有经常去。没事，还是等安全的去吧，还是就是大家都要注意防护啊，就不要就是去人多聚集的地方去经常玩什么的。嗯，太懒了可还行，对，一个懒人，就是说操作太麻烦了，后来就意识到他是骗子，就是什么淘宝客服啊什么的，什么把账号锁了呀什么什么的，这样说就是那些都是骗子一贯手法。但如果下载反诈 APP 的话呢，就会有提示，他来电话上面就写着诈骗电话，就直接你就知道他的企图了。嗯，所以大家都要下载一个，以防被骗。哥哥听到我，听到你闹咳疼了。现在都11:10了，我震惊。不知道，我觉得就我几点开的呀？怎么过时间过得这么快？怎么回事呢？最近很喜欢这首歌。昨天听到的永恒之光，是啊，我觉得就是偷时间，直播偷时间，就是没播多久它就很快就过去了时间。你们觉得了吗？就时间好快啊，谢谢。
谢谢我不吃冬瓜的二十个恶魔头饰，好应景啊，我上面就是恶魔头饰，我今天是小恶魔。没要结束，你们每天都期待我结束，就不结束，确实。你们让我结束，偏不结束。你们说不要走，我偏要走。没有没有。这首歌好好听啊，但是我没有跳过这首歌。姐弟也很重要的爱兔荧光棒，对呀、啊，下次可是我公演就跳这首歌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也变得抢手了。就成员说下次要跟我一起跳舞，合曲，对，要永恒之光，四八的歌。特别好听，特别喜欢听，昨天偶然听到的，就是这首歌词也很好。哪套公演我不知道，但这是沈阳翻唱的，就是怦然三三部，它就叫永恒之光，应该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复刻的歌，但很好听。是不是很好听？是的，这首歌好像很熟悉，但是我不知道哪套公演的。真的好喜欢合曲，喜欢啊。完全没印象，反正三十三度也看过两场。我有印象 H 队唱过这首歌，就是很熟悉。是不是插队的歌呀？我不知道这是哪一套公演。加歌单了，对，是吧？就感觉很有力量，就听了之后觉得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咋在你嘴里说出来像是不想跳一样？肯定愿意跳啊，榜上有就很开心啊。怎么不想跳吗？难道？榜上有我们就必须跳。肯定想跳。对呀、啊、你这个问的就是很搞笑，就像就是赶鸭子上架必须给我跳。这首歌是 S2 的公演，哪一套公演？好好听啊，我竟然不知道。哦，梅洛斯，那这首歌是复刻的歌。
周哥是从那个开闭那边复刻过来的，应该是。对，就应该是曾经跳过。我说这个旋律如此好听，果然是老喜欢四八的人了。再听一遍，真的很好听。但是他一开始这个前奏就显得很，就是很低落，但后面就特别有力量，是吧？这个前奏就觉得很，应该是一个很深情的歌。Hello， 又是小贝，小贝无时不在，我的直播间看我。暗恋我，你太不是了，别人我都会相信，但你我不相信，因为你喜欢的人太多了。嗯，有，真的，你爱很多人。今天爱姐我喜欢你，明天天阳我喜欢你，后天小马我喜欢你，大后天李慧我喜欢你。是吧？说的就是你，学得像不像？曾经以为我是最，结果我只是众多人之一。不是怕巧，又怕又爱吧？可能。是大后天吗？可能是吧。小马和天阳都是副队长嘛，就是小马不在的时候是天阳，然后小马回来了就是小马，应该是这样。送给你吗？不可以。我的宝贝，小贝小贝，我的宝贝，他不是看 Freeze 就是这个吗？灯光吗？没有他。不过新微博还没有发，今天特别搞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不是在那拍照嘛，然后小马说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然后他们俩都很无语。我说你们不要为了争我这样撕破脸，我说你这样真不好，你们不要再打了。然后他们说，原来你喜欢这种戏吗？ Hello， 你回来了，你要直播吗？啊，哦，我知道你才来。妈的，棕色的什么？他给我发的蓝色，他要走，但我又无法反驳。那你跟他说呀，你退了再让他重新给你发一个。我懒得。我在拿到这个快递那一瞬间，已经把我做一个棒棒糖在里面，我给你买的巨款。快有点毛病。万圣节送你颗糖。我本来以为2块钱，结果他卖我15，给我气死了，我要吐死了。绿色的是你的，我要粉色的，我粉色的可爱。那是白色的嘛，拿成绿色。那个那瓶是绿色的，你把我的给我，我要吃掉它。看这个破糖，它就15块钱。可爱吗？
吃橘子啊，吃橘子，智商税没有，这是仪式感。他你脑瓜崩，他我脑瓜崩。对呀，就是不知道它好不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吃不完，我就不想打开，然后把它收藏起来吧，当做那个珍藏。哎呀，此刻应该来一首《糖》，20块钱卖出去，嗨，也就20块钱卖出去，没有人买，有粉丝会买小偶像的糖，20块钱。我在路上说买吗？他们说多少钱？我说20，他们说滚吧你。主粉丝说，可怜的小偶像，糖都卖不出去了，我们来买它。卖给小贝想买，小贝真有可能买，真的，他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。那证明他爱我。我要笑死，我回条微信。小贝，哎，能听见吗？小贝给我发他写真干嘛呀？搁那儿清凉写真呢，给我，我震惊，他想诱惑我来收获这个糖果，我可不是那么肤浅的人啊、哦！我震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的微信。什么？就是回来就去吃了，因为很饿。我本来说去吃哥老关，小马说哥老关要排队，所以周五肯定要排。嗯，小孩子就是清凉写真吗？小孩子成熟可早了，我跟你讲。很清凉，但是他们清少儿清凉那种感觉，不图人图糖。是的，是听的 SHY 吧，是 SHY 吧，但是这以前 S 队跳过 S2。是 H3， 我说我怎么听见我的声音？你还有声音源呢？他们对缺人，没有想到吧？星空也居然有一个带翼的飞机。嗯，确实。没有百吃不厌的啊！他居然掉，我本来想让他当做珍藏品，结果它掉了，就是想让我吃它，但我觉得它就是平平无奇的棒棒糖而已。哎呀，它真的想让我吃它，我真的没打算打开。我又饿了，我真的没吃饱。你不热一下吗？这个肉直接吃、啊、我们把那个肉打包带回来了，今天吃的可少，15块钱趴没了。15块钱还好吧，15块钱还好吧，就是它这么大一块糖，我能吃15分钟，对吧？那你们送特效不更贵？你们送特效，
一个叶蝶啪150没了，一个皇冠啪500没了，是吧？就更那个。但是你们收获的是小偶像的爱，这么大就是很大。好贵的特效，粉丝都让你热一下再吃，他不热就不热，他说不凉，不太凉，还可以接受，还送糖果，你也没送我，你跟这说说说，可以，糖果也是糖果，糖果也不错，糖果送一个糖果。啪，4块钱没了，是吧？你有几个糖果就能赶上了这15块钱的糖果。它不仅颜值高，还能讨队友开心呢。无情，本来也是你跟那儿说说说，戳穿你。4块8呢？对呀、啊，4块8都能买多少块糖？送上365个祝福。那我送你们300万。千万要送你们3000万，千万要健康，千万要幸福，千万要快乐。3000万到手了，你们美去吧。哈哈哈，就这么哈哈哈。听首糖吗？都这么甜了，咱能听糖？3000万太多了吧？要搜 SNH。怎么送不到他呢？无语。送我自己的糖。是小马他们带回来的剩饭。循环听这首歌，听我自己的糖。大家好。然后竟然送不到。刚打开直播，谢谢元宝。你点了什么夜宵呀？来吃小马的。我没有带 SNH 跳过糖，但是 focus 呀。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消息。没事，就随便搜个糖吧。但是每次播一个小时，它都是1000左右，都是正常的。正常的，谢谢十个荧光棒。我妈给我发好多，找一下。这是谁？哪个班？人就是确实有点说不出话来。现在，哇，这个发型居然没有显得我脸黑圆。这可能是我以后的常驻发型。哇，这是啥？这个发型是我照着张欣前辈的照片做。应该不用吧？没去迪士尼。他怎么又关了？怎么林忆宁这个版本他有解说？
我们是十几号去的地方。啊，有什么事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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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他前面有男生的声音，给你们看。啊，还有什么事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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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不知道不是，因为我想听林忆宁版本的。喂，你好。以后会有更多人。希望。直播慢停止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很甜，但他现在很火，好像。对对对，我还跟他合影过呢，就是有一年的总选，当时我就很喜欢他，就很早以前了，是大概2017年，我去找他合影。以前我还很大胆，但是我不敢找小菊前辈合影。但是当时有机会，很多人都去了。就是在沈阳，不是在沈阳，就是，是在沈阳总选的时候。因为我们就是北方。便宜，不给我们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便宜发苹果？他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说他火，但是很多人都说他可火了。然后刚刚我就搜到了一个林忆宁，然后天草前辈，还有张嘉宇的版本。我很久以前就觉得他很可爱，这样的。张嘉宇的奶茶。好。林忆宁。笑的，你以前推过他，你以前就喜欢甜妹吗？哦，就你就喜欢甜妹的类型。他真的很可爱，你们看过他那个就是打拳的那个 monster 吗？给我笑死了，就是他跳的 monster 就很可爱。是的，就是跳舞的时候就是打拳的 monster， 打猴拳了。大只甜妹，那不就喜欢我吗？啊！但是我不喜欢大家说我大只甜妹，我想隐藏我的大只。大家以后都叫我小李慧吧，因为我觉得老是叫巨大李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叫就叫吧，这也是一个让大家记住我的特点。但是我觉得我太大了。太又高又大，在听什么歌呢？长那么高，哎，不喜欢长这么高，跳舞都找不到搭档，都感觉能把别人给装下两个人。兔牙，我现在都不叫兔牙了。刮起来，刮不起来，不长就不刮。但是我不会，就是那么可爱了，是真的。没几个花，有吧？有几个巨花，就像甜甜、甜舒丽，还有那个 Coco 还行吧，也挺花的。然后还有那个小爱，他们都特别特别花，就谁跟他们站一起都显得瓜。突然打嗝，脸上是画的，万圣妆，就是我不喜欢画成黑的或者是流血的。
我说姐姐，你还是给我画成白色的吧。或者是金瓜，对，谁站在我旁边，谁站在我旁边都会觉得就是，都会觉得我很花，嘿嘿嘿，是真的。对，刘海掀起来，好像打喷嚏，但是又打不出来，保湿霜没抹开啊，他是开了美颜，他是画的画，姐给我画的画，男装公演，我男装公演都没做发型，我搁那磨叽半天，我就说啊，没有做发型。我说真的把我急死了，然后三哥给我做的，三哥说来我给你撸两把发型。我们可是那个叫什么，在东北小巷可是唯一一个可爱的哥，对吧，大家都是调戏酷，我是可爱，笑死。嗯嗯嗯嗯嗯嗯甜嘛，那首歌很喜庆，很搞笑。但是我看弹幕在说小贝很搞笑，但是我觉得小贝跳的挺好的，为什么要笑呢？好像就一个东北的，是那个就是那一个东北的组建的这首歌。小贝没有，但他1.65米吧，应该就是，我觉得他再长两年就超过我高了，因为小贝真的有很大的长高趋势。他就是原版啊。我没有跳过这首歌，所以以前一直很执念，现在终于能跳了。以前赵天阳跳过，在东北小巷。所以特别想跳一次，我也没有机会了。结果没想到在上海的舞台上，我们还是初次在上海的舞台上跳东北小巷吧。嗯。听点48的歌吧，又开始48了，但是我觉得太亮了呀，这个光。你们明天要上班吗？刚刚是在吃小马他们拿回来的烤肉，现在准备吃我自己的外卖。其实我原定的就是 UNIT 就是东北小巷，就很久以前，就是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，2018年初吧。我有点不太行。然后来就给我换成三人曲了，我一开始是四人曲，打不开。然后又给我换成了另外一个三人曲了，然后又换了一个三人曲。上学，狗都不想上班。没事，我播到12点播。就有食堂。金口袋让我感觉简单的。给了一个包边。我不知道明天要不要化妆。很想去见。最近天天化妆，为什么？我还没有发万圣节的那个叫什么 UNIT 的照片，本来想发条微博，还没有编辑完。明天应该要拍几套照片，拍几套照片。要去如果他给我说的快的话，我可能生日会发。
对，但是我觉得他修不过来了，因为明天已经是没有吧，明天已经是一号了，我感觉我一号然后呢就太快了，他等不到他了。是迪士尼，应该是关了，因为他要查吧，就他聚集了人。看完的，哎，是的，一年过得可真快。要不要？是吧？我觉得一年又一年，我都没觉得过得很快，但是他就是过得很快。我看一下你们觉得了吗？啊？我觉得去年生日刚过完，没有跟去年长得一样，而且去年比今年都好看。是的，应该是要拍。能保持这个心态到毕业，我觉得我能，因为我心态特别好。现在我给你们讲，不会的，我的位置别的，一听直播时间就没了。对，但是你们忙的时候就不要听直播了，我觉得怕耽误你们事儿，就你们第二天要早起啊，或者是你们在工作呢，然后就想听我直播，然后就没有完成工作就听我直播，然后就没有完成任务就被领导骂，好贴心，那是必然。嗯、听到睡着 ，SH 外单机的了，但是他拆了呀，那个剧场不是拆掉了吗？也不会再去第，也不能说第几次，不能再去一次。天天零点不到就晚安睡觉，他才不是真的睡觉，他搁那儿假装晚安，忍不住唠嗑挺好的。啊，蒋淑婷前辈跟我连麦，好可怕呀！
病啊，我又被击败了，我不想再连麦了，好可怕呀。我一连麦我很紧张，我就我的大脑就紧张，我咋又失败了，不知道咋又失败了。但是我就瞎猜呢，其实我以前看过一些就是前辈的介绍，但是呢我忘了。小卢吗？我没有见过消失片，我从来不需要这种东西。小卢在线吗？那我就说不在线。一些糖果，好多人直播，现在就是一整个不行。刚发弹幕，天哪，我没有看到。我没有见微笑视频，他可以发在群里问 P 黑怎么定输赢，我不知道，我都是好几次了，我都不想再是 PK 了，好可怕呀。有输赢吗？他上面有个显示，我就输。是鸡腿吗？嗯，好可怕呀，前辈竟然主动，不是主动连我，好可怕呀。送礼物，但是我怕连我的前辈多了，我就会，就大家就会对我的印象改观，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可爱的，但是我一连麦，我就会很活跃，就会咋咋呼呼的。就是可爱，啊，疯狂连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说的呢。目光涣散，离开走神。长相未成年，没有，我以后打扮成熟一点吧，这样有点不好。哎，老是双马尾不太好，还是成熟一点吧，要不然把大家吓到。谁饱了？哦，老是这样。但是很有欺骗性，很多人都以为我入团晚，我肯定很年轻。成熟了也很可爱，我好害怕呀！啦啦啦！这些我笑起来像一个小孩。我跟你们讲，我去拍照的时候，姐姐这样说，我一笑就显得很年轻，但是我一笑就显得很傻，就是眼神就很傻。我真的很傻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我一连麦。我就脑子不转个了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就不会动了。这个南瓜真吓人，笑容像大小孩。而且有一些就是前辈或者是不熟悉的成员，我都很紧张爹，但是我还是会鼓起勇气同意，然后再跟他们聊天。我真的有一点点社恐，但是我想跟大家成为好朋友。可以哦，我觉得公司也是在鼓励我们互相交朋友，就是跟其他成员。贴吧词条阅读一点吧。好的好的好的。要不要主动连连？没有就没有，没事儿。百度词条，嗯，我记岔劈了。我以前就是一直记得，就是有个四，我就记成04年，原来是02年。我记得是，叫什么来着？14岁入团，我记岔劈，因为最近有很多04年的小朋友，重点认识一下。对对对，我不敢连很多不认识的人。
哎，但是顺其自然吧，他也不能就是比较刻意，就也不好。对对对，没事儿没事儿。杨婉玲他们在直播吗？啊，但是我有一段时间还蛮喜欢孙小燕的，因为我看她反图，有一张反图就特别喜欢，就很像那种就是大长腿韩国 idol， 我就当时还发了口在房间夸她的反图，就很想认识她。但是突然连麦是不是很仓促呢？去看看他们在直播吗？好可怕。不过我比较喜欢连，就是话比较多的，对，就是可以就是一起带动气氛。不同吧，虽然都是短圈圈被都叫什么傻大个，但是呢他比我身材好，我看过他跳的1001，觉得很好看。不仓促啊，你们就是想看我连别人，好可怕呀，我害怕了。卢天慧连我，卢天慧连我了，我跌了。
很简单，就这样。月兔好像是那个美少女战士的那个，哦，月兔就是美少女战士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不住一个楼层，要做一个。他住三楼，我住二楼。肥肥，可爱可爱，我以为要做就是特别特别丑的鬼脸。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再也不连麦了，可怕。但是我平时直播怕别人连我，好可怕，哎呦，这都我害怕了。我们以前是队友，我们还一起跳一个 unit， 就是那个叫什么田雨言，言雨田。嗯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哎，我体会到抖音的主播有多么惊心动魄了，就是他们 PK 输了还要砸床。还要砸冰箱，好可怕呀！我终于体会到我妈为什么要冲礼物给他们送了，因为我妈说他们很可怜，把头都剃了，就他们玩的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就把头发都要剃掉，好可怕呀！是的，是的，就是抖音很吓人 PK， 但我又很喜欢看，但是明知道就是他们都很那个。但我喜欢看，但是我觉得快手不是那叫什么那个什么火山更加那个，我妈喜欢看那个火山视频，就很土味，然后跟那儿就是砸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是真的砸，然后把头发剃了，然后把东西都剪掉，很可怕。啊，我就穿过三次这个直播外套，你们就说专属直播外套。嗯，田书丽给我连麦了，田书丽啊，我真的很害怕。
可以这把赢了，谢谢大家，让我满足了一下。嗯，就是对，要不然太那个了。但是但也还好，就是重在娱乐嘛，其实也还好。嗯，而且他这个赌注都不大，就是加包辣条加个蛋这样子的，也不会做丑表情什么的，也不会把脸上画乌龟什么的，就挺好的。谢谢家人们，拍拍手，拍拍手，也该有意思了。谢谢谢谢，感谢支持，好吓人啊、哦！我真的我就心脏都要砰砰跳了。真可怕，真可怕！哎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越来越抖音了，我真出汗了，出汗了。下次直接把谁赢我就帮帮两拳，我都已经准备好名单了，就是谁赢我已经，他们三个。你好，今天的事情，最近的事情，以后的合作，再见。嗯，对。如果觉得玩这种游戏还蛮好玩的，还有其实成就感，成就感。下次我会晒蛋的，晒甜甜送我的鸡蛋。嗯，太可怕了，我不到12:30了。哦，紧张又刺激。刚才是连麦的5句套话，嗯。但是我跟熟的人连麦一点不紧张，我跟甜甜啊、肥肥我就不紧张，但是我跟就是前辈我就觉得很紧张，因为平时很少接触嘛，然后只是可能经常在后台的时候遇见，只是打个招呼这样的，然后就觉得就不太能够了解对方的一些聊天的感觉。嗯，小慧也还行。但是一开始我不知道连麦会这样，就是我就以为连麦就是普通的连麦，我没有看到怎么现在还加个这个。河内成员拍的，是不是还有费清源前辈啊？就还有贾舒婷前辈，还有谁？我记得好像有印象，就是一个学习手机广告。来到 S 队才是后辈，嗯，是的，是的，但是我也是挺我也是，但是我也是前辈了，7期其实还好，7.5期。今天有个 staff 哥哥问我是几期，我说我是7期，他说你绝对不是7期，7期对我没印象。我说你怎么这么，我说你怎么记得这么熟？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是7.57，哦，一起拍的，哦，那就是没有圆圆前辈，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印象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可能那会儿太久远了，我当时还不是很了解，是吧？11月快了，你不是睡觉了吗？我以为你睡觉了，我已经11月了。11月快乐，11月快乐。哎，我以后真的要成熟一点，要不然大家都以为我很年轻。我要有这个年龄该有的打扮，我一下子就穿辣妹装直播，像甜甜一样。要不然我们两个像两个时期，不是两个就是季节。流量又可以用出来，我可能停机了，一到就是月初我都会停机，我在充话费，会就是很幼的脸，打扮成熟也很幼，哎，就是没有办法，他就是长成这样了，有时候我就其实也不是很喜欢这样，所以现在我就也不会老是跳可爱的歌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可爱了。已经刮，也不算刮吧。洋洋，你还要排练吗？洋洋，天洋，
我还以为他要去排练。那我播到是2:25。右脸性感姐姐，那不就是楚玉峰吗？就是又成熟，不是又性感又清纯。嗯，不是，我以为他要排练，因为他应该以后有助演吧。我们最后再听一首好听的歌吧，然后就下了。让我来听什么呢？我不是，我自己在自我调侃，其实一点都不像。是月牙，大家都觉得我像包拯。哎呀，谢谢恶魔投射，夜行的黑猫。对，我晚上还是要再去看一下我的黑猫。Hello， 晚上好。今天林大连来晚了，我都已经要下播了，你才来。这次的投票主要是无影字母和金田一，是我的 B50 吗？感谢支持，我感觉每次 B50 都需要大家的支持，就觉得大家很辛苦。谢谢，我今天也看到上榜了，但是今天是官博，就是已经发出来，然后粉丝艾特我才看到。感谢，但我像在过冬一样，明天可以穿的清凉一点。感谢。对的，我会好好表现的。我们来听一首《谢谢你》吧，也是48的歌。怎么搜不到？要在 B 站搜。第二次学7349，第一次是在沈阳跳了一次，是就是在普通的舞台上，但这次是大舞台。是的。这歌很好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我今天有点困了，但是连麦的时候还是很兴奋的，因为今天起的太早了，大概8点吧。谢谢你的糖果，万圣节快乐。
这是我带团的很多年了。对，谢谢你们，有点感动啊。因为最近很多人就是来来去去的。不过就是重庆四周年，就如果能赶上我也会上的，因为我那天答应了，对，就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然后我说需要帮忙的话其实也会在，就可能就回一次，哪天13号吧，好像13号，但是我不知道来不及跟他们一起排练。有成员有粉丝，对，但其实有时候也挺舍不得的，但是这就是常态，对吧？就是如果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地方，大家都应该祝福。那我就觉得这次回去感觉很多人都不在，但是就是很多熟悉的成员都不在，但是我答应了就要。好可爱呀、啊！上面是什么？我还以为有人进入我直播间了，是我们的圆圆前辈。突然跟你试试，他早就知道呀，只是不太方便跟大家讲，因为我不做大嘴巴。凑满了鸡腿就是南瓜，恭喜恭喜！注意身体，你们也是。感觉你们一直都很辛苦、啊、这首歌好感动啊。但是更多的时间还是快乐的，对吧？就是肯定会记得一些美好的回忆。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就很多比我后入团的都走了，还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由吧。不过还是很喜欢大家的。你们又排练了，恭喜恭喜。啊，这是 H 队的。快啊，没有6年吧，也就5年吧，到明年1月才是6年啊，到啊，不是，我不会算了，我到底几年了，我已经想不到了，我今天睡眠不好，脑子不好用了。是的是的，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也会做好防护的。我看看，从哪儿拍的？谁给你拍的？我在门口自拍。无语，感觉像他拍，好看的，好看的。你太快了，你让我下播给你拍，我给你拍成，给你拍成惊为天人。确实5年了，哎，5年确实，但我觉得5年并不久。又过的时间很快，但是一听5年，刷的一下就过去了，然后其实觉得时间还蛮久的，但是我觉得太快了吧，爷乐在其中。而挺喜欢大家的，哎，要哭了又要哭了，我不能听这种歌，真的真的。但别再来5年啊，不会的，太久了，会把很多后辈都送走的啊，没有。待久了就要腾位置，只喜欢我，加油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好了好了，
我要流泪了，就马上就拜拜。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这种伤感的歌就很想流泪，截个图，谢谢，晚安晚安。拜拜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哎，突然就很感性。拜拜，谢谢支持，会加油的。